好了，大家好好修啊，好吧？也是菩萨成全，让我们能够有如此殊胜，能够在末法时期真正能够修成的，到底是少数人。所以你说啊，学佛人跟整个世界比起来，当然是人少啊，很可怜。你说吃素人多还是吃荤的人多啊？当然是吃荤的人多了。但是你说，现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的人多，还是做好事的人多了？也是动坏脑筋的人多呀。现在做好人都叫傻瓜，被人家骂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些都傻瓜，被人家骂的。你要做好人多不容易啊，谁做好？要你怎么这么傻的啦？就是要做菩萨，就是个傻，帮助别人无私奉献就是傻。但是这对不对啊？当然对的了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，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为自己好了，全死掉了？那些生癌症的人全部都是为自己活着的，他们很可怜的。就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好修行，真的，为别人付出，你一定会得到的。一定要学会为别人付出，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啊，一定要好好修。人生就是个缘分，有缘嘛千里来相会，没缘嘛，啊，对面不相逢啊。所以今天你们都是缘分嘛，就好好的珍惜缘分吧，不要轻易的损坏破坏缘分。你们这些孩子以后都想上天的孩子，啊，所以不容易的，要上天真的很难的，所以只能做好人。不能做坏人，只能动好脑筋，不能动坏脑筋。啊，成功，你今天很干净，你一定能够留在澳大利亚很干净的地方。啊，你要是脑子不干净，你只能到垃圾地方，对不对啊？流氓嘛就到 King's Cross 去了，对不对？好的人怎么会到那种地方去啊？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好好修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大家。